哎，他的比值是1:1耶！靠，只有到5000呢。前期这个游戏呢，我其实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其实我在等他最新的活动再跟你们讲啦。啊，前期这边好像有新增一个活动吧？我觉得我们下一集再去讲那个超能的，然后这集先把游戏点出掉。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是很像没有耶，来杀很大的前街，最大压住可以到多少？公告有什么东西啊？反正这里先讲游戏币吧。靠！然后我想一想，等一下。哦，我以为他聊天室在想什么。